目前开学的每一天都有工作。谢谢光。谢谢阿凯。吃晚餐，好想睡觉。虾米怎么有鬼？那是什么意思？讨厌鬼？像什么？我现在是讨厌鬼，好可爱哦。嗨，翠翠。两周年期待，不过先期待，对啊，先期待九月十九嘛，先期待我们的 reset 啊，猜拳也可以期待，我是可爱鬼，我是可爱鬼，好睡觉。两周年有收到票，有抢到，你有收到别人抢到的票是不是？有没抢到吗？睡波不行啊，边吃晚餐边跟你们聊天，等下我调一下。蛋卷加黄叶，哎呀，那个小蜜蜂的那个哎，好可爱哦！你们去猜我的粉丝团，粉丝团有小蜜蜂哎。12:01完手，那么快哦！猜拳 MVP 林杰会不会特别紧张？而且还有直播，我很紧张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紧张，对，还有直播。所以你们知道我礼拜二直播，不对，是礼拜日直播的时候，玉人不是说猜拳是不是会有直播，然后我问他是谁讲的，因为我知道会，就是有直播这件事情是还没有公布的，那我说为什么他会知道，所以我就问他，他哪里听来的。嗨，人好，阿凯也没抢到。嗨，坤坤，这次票超级难买，恭喜有买到的人。怎么有青椒？好恶心哦！伊布伦，你没有抽中猜拳的。晚安。两周年很精彩，两周年很精彩，不是一周年的感觉了，很精彩哦，是真的。我觉得没有抢到票的人会后悔，不是后悔啊，会觉得哦天哪，为什么我没有抢到票？这种感觉。嗨，星一。嗨，陆言。嗨，小雨。后悔那是不后悔，真的，只要不来就很容易后悔，所以每一次的活动都要参加。你就算抢到也不能去，为什么？你 reset 跟猜拳已经没有来了，你还想怎样？果然汪，你住高雄无法参与，猜拳有直播可以参与，
你能不能进去都掌握一个小为什么传？嗨，阿胜，之后会来加，好啊，谢谢谢谢你加入我的粉丝团军。你马上都会就被念了，被你女朋友你念了。两周年开始到结束几小时，你都不知道要怎么买晚上会回家的车票。为什么？每次都说会后悔，但是真的会后悔啊，就会后悔啊，人好。讲重点是他帮你的哦，谢谢小菊味。哇，眼睛好干。你说演唱会二周年演唱会，你没有抢到票是吗？没买到都会后悔，就说吧，搞不好你来那一次我们就刚好有惊喜。嗯，哎，这好烦哦，走开啦，那鬼。其实有买票也不能去，为什么？你可以坐车上来，我吃什么？我在吃我的晚餐，一般的便当。演唱会要加油，你不能哦，你不能来太远了。星期日可以看，谢谢思涵。锁定 TP 预算不足，车票的部分吗？因为我跟七七同一组车嘛，对，我们你说这样就可以，你的推是推吗？就是我们在同一组这样，都在 Bellflower。更厉害，阿海三组推都在 Bellflower。彰化人，可以啦，彰化对不对？坐高铁一下就到了，咻一下睡一个觉，吃个午餐就到了，可以啦。还好目前都顺利抢到了，谢谢小猪欸，你好厉害啊。嗨暖风，再远没高雄远，对啊，最远的是高雄，秀一下，没错，期待活动，我也期待。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种好累哦的感觉，不是不是说不想要工作，就是哦天哪，我好想睡觉那种感觉。最近感觉常常会有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感电对，星期小林姐想着想着就到了，对呀，玉伦没错哎，但是你真的爱我们，知道啊，果然我。以后再见面，这次公园要上班没有办法，没关系，下一次要来人好。上课时候没有，还没有，我还没有在上课睡觉。你要想瑞婷是不是小猪？恭喜真好，恭喜你抢到！我在台湾研究生时就很美丽，不同的美丽是吧？果然翁，果然，
你也来订新竹到台北的车票，订起来。晚餐吃便当，谢谢俊，谢谢俊。俊小老鼠阿 J 不能直视，那握手会怎么办？我会吃普通的便当，哪有难得啊，活动都吃普通的便当啊。嗨，君明，好喜欢这首歌，为什么？练转三只没有，我刚刚去工作啊，今天没有练习，明天有，明天有工作也有练习。嗯，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很可爱？君，还没更新没有小蜜蜂，快去更新啊，阿凯，你就会看到小蜜蜂在你的名字前面。握手会不是一直低头吗？不要低头啦，人好。握手会你也不敢直视，瑞婷太可爱。塑化剂果，哎，你不要这样讲吧，玉人。对啊，今天有工作。嗨，卡洛塔，中空。卡洛塔，悟空。面很好吃。我跟你讲，最近在看《雨伞学院》，我不会累吗？边上班练习跳舞，我不累吗？上班很累啊，会累啊，当然会累啊。而且其实因为在放假的关系，就是暑假嘛，我有点作息不太正常。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就是我边改那个作息，可是慢慢的，可是我早上还是要上课，还是要上班，还是要练习。然后对。我正在努力当中。我通常什么时间补眠？晚上啊，晚上睡觉啊。谢谢俊，我礼拜天直播，你在垦丁大街被学，有钱人哦。超佩服，哈哈。学校生活，我觉得我跟你的学校生活应该不太能，就是不应该是不太一样。你的学校生活应该会比我的忙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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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所好学校，好吗？是你，加油，辛苦了。开学之后真的很累哦，很累。今天第二天我就快死了，才开学第二天，更新完了，恭喜你，阿凯。谢谢一晨。卤味九百块，笑死俊！卤味九百块吗？人好。嗨，剑影。我觉得我上课超忙吗？也没有到超忙，只是我课真的很满，很满，真的。不然会午休之类的，没有时间午休啊！吃完饭就直接上课。很多早八吗？我只有一堂早八，可是其他都早九。大三，我大二而已啊，我升大二。他这一串50也太贵了吧！
没事没事，小菊。为什么你还可以远距？为什么现在还可以远距？我从来没有上过远距，就算在疫情的时候，上一下的时候，我们学校根本就是完全正常，没有远距上课这件事哎，高一，好好哦。大三才要开始比较悠哉，可是大三就要开始专题啦。可能老师也懒，好希望我的老师也懒哦，小颖。白白的是蛋呢、啊？谁煮蛋啊？看起来很好吃，你做我的便当吗？还好，收收。你是大四才开始大三实习，我好像是二下实习耶，我有点不太确定，二下来三年级开始，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会忙到爆炸，大二爆炸，你有什么大二爆炸型？我的专题题目不是已经决定是猜拳大会投票结构分析没有？好不好？乱讲话的人。我在吃便当，对啊，就专题就是考验人脉的时候，找个任劳任怨的队友，不能好不好？不能甩锅，不能做这种人，既然没有实习，为什么你没有实习？以前大学生很累，其实我觉得不是大学啊，国高中也是很累啊。我觉得幼稚园跟国小是最幸福的时光吧。国小要国中要考高中，高中要考大学。话说我 MVP 如果一开始抽到九到十二名，等于一次什么意思？没有实习，没有专题，没有论文就哈？为什么？为什么不用阿凯？是你那个科系不用吧？匆匆过半年，了不起哦，小啾。那你刚才说要去选三天晚上的实验课，不错，努力的精神非常棒，新一。学校放弃你们，然后加上老师什么什么，没帮你们排，可以这样子吗？国小高中看到功课就累。嗨，瑞瑞。九到十二号不用猜拳，只有一到八号可以争 C 位。啊是哦，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台干规则没有，我刚刚就是在工作没，我在工作好不好？我从下午四点都开始了，都刚刚 OK， 请不要这样说我。他不是六点公布的吗？是几点？你十八岁就找工作了，没有读大学，为什么不读？开始就要看，我一开始没时间看啊，我在工作。高三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陪你念书，好窝心。哎，官网改了。
米酒。哪里啊？哪里啊？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我决定把它拿起来，放在后面。你读大学很远，因为你是彰化人，还要住宿。你可以自己在外面住啊。可是不过住学校是比较安全，加上比较便宜啦，而且又很方便。如果要上课的话，泰拳加油，泰拳加油！嗨哟，先等一下，我们要先 reset 加油，再猜拳加油好吗？签运好就不可以不用猜，这不叫签运好吧？签运好，签运好是一到八吧？是八吗？我们要求前面的名次好吗？毕竟你看你们都把我送到 MVP 了，然后我才在后面，这不是这样子吧 ？OK OK OK， 我刚按这个，我怎么没看到？哦、oh. ，嗯，我全玩，我不是啊。嗨，猜拳大会没猜到拳。我没猜到拳，这哪算猜拳大会啊？太好笑了吧！你从南投跑来读台南大学，我从新竹跑来读台北大学，还好吧？我抢个猜拳计划才对得起小蜜蜂，我是这么想的啊，西兰，我当然是想要越前面越好。但是呢，还是得听天由命的。到时候唯一印象只有孔岸回猜，那我根本就没有猜到拳，都没猜到，没有啦，我又还没有抽，你永远搞不懂那些东西在新消息在哪些事情。没事的，我来打酱油，我就是来变装的，你知道吗？笑死阿凯。需要把运气借我，真的，请大家为我集气。请你们帮我集气，拜托。Reset，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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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输了怎么办？啊啊！我可以去上厕所吗？你们听音乐，我要上厕所。
啊，饮料。很正常的吧。太爱他了哥。好，我要继续吃我的晚餐。我今天到11点哦。今天对自己的颜值打几分？如果有100分的话，我打65分。今天不好看，每天都不好看。好啦，今天可能有个73分，73分好吗？73分可以接受吧？无限分是什么？我今天直播间，我今天到11点啊。那个三怎么算的？就是70感觉太低，75感觉太高，73折中好了。80就太高了，你们要求太低了啦。87的瑞，出生年次吓死人哦！要吓死谁？73分，差不多吧，阿凯。星期五好啊，思涵，拜拜，来，晚安。我们在打分数，在打我今天给自己的颜值的分数。Honeybee 是谁？英姨是我写的卡片的，耶、yeah。是我写的卡片。好啊，悟空拜拜，待会见。我几年次了？我90年次。你是 Honeybee， 那个 Honeybee 是谁？有两个 Honeybee 哦。我不是每张都写不一样。我不是要，我有 baby bee honey bee， 我一直想要 honest bee， 反正就是哎呦 sweet bee 吗？
Dear B， 阿可爱 Dear B， 好想要卡片。Baby 原蜘蛛。好多币，对，我每张都写不一样的币。明年会什么 ？Adorable Bee，Fantasy Bee。开始越来越掰不出来。Mia baby, Mia bee, charming bee, lovely bee, 新台币很棒，你懂吗？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新台币，我喜欢。我会用这个，我会用的，请你相信我。我现在觉得紧张，紧张的要死，紧张的要死，君。碧露姐姐。诚实的偶像，怎么了吗？你说是关于新台币的部分吗？没有吧，大家不是都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血血？这样怎么吃？几乎币是什么？哎，上次的胡蒙小姐还是先生怎么不见了？你真的不要跳错，我跟你讲很难啦。很难不掉错哎，很难哎，但我会加油的，我会尽量不掉错的。诚实的爱心台币，阿凯，嗨，西西。不知道 research 秘鲁姐姐会不会拿信封上台？好可怕！期待官人新服装，期待起来，大家直接先放弃。哎，然后我想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礼拜日直播的时候，你们我不是我关掉，我已经关掉，我一开始就关掉了，可是他好像系统出了一点问题。我已经把浪滑掉了，可是它还是在那个画面，而且我按叉叉，然后因为我们按叉叉之后官播会跑出一个数据嘛，可是它那天也是没有跑出来，它那天也没有跑出来。所以继续动，而且升什么格？我要升去哪里啦？已经升格，还升？要升去哪 ？Hello， 所以我那天啊，我那天是什么时候关？我那天，然后呢？那天最后我在干嘛？我最后在干嘛？可是我一开始就把它划掉啦。啊，五分钟那么久，笑死！我都把它划掉了，所以我就卡在这里哦，我最后是定格是吗？就卡在这，这样是这样吗？还是没有看到我做了什么吗？好害怕哦！我怎么？
嗨某某，不是某某，嗨健健，叫错人。定格就好，很可怕。大家都还舍不得离开，一直聊天。谢老板看到，我是还没有睡。我那天就是好像说完东西之后，我就躺在床上滑手机。我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滑手机。对啊，我在看我要干嘛，没有是要用手机做的事情，好吗？谢谢瑞瑞。啊不，明晶，明晶，嗨，再见。肚子饿了，为什么肚子饿？太浓眉，哦，头好痛。上课到现在有什么课程觉得难吗？你说学校吗？我一直都觉得很难，从一年级开始都觉得很难，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我就是得从头开始。谢谢船，就突然饿了，你可以吃东西呀、啊，吃起来耶，小猪。只有我的直播腿在看，为啥？我要不要买个坐垫铺在地上比较好坐？可是因为我的这个桌子很矮，因为它是那种可以搬到床上的那种懒人桌吗？是懒人桌吗？嗯，就是那种桌子，所以它很矮。我是不是应该买个高一点的？吃梨中什么梨？吃宵夜配林杰酱，玉人。偏远地区没东西，多偏远。宵夜吃便当太饱了，我现在在吃便当回去。水梨，我好久没吃水梨了。可是我最近有点喜欢吃凤梨，我喜欢凤梨，然后因为。凤梨会咬舌头吗？所以凤梨加盐巴就不会咬。我很最近很喜欢吃凤梨沾盐巴，好好吃。工业区，工业区不是偏远地区吧 ？IKEA 哦，我这个两个都是 IKEA 的。哦，凤梨罐头不是好吗？就是凤梨，凤梨就是直接切下来没有再加工的凤梨。我小时候超爱吃凤梨罐头的，可是我现在就还好。我是想吃盐巴，不是想吃，我想吃凤梨，想吃盐巴，好不好？我吃完凤梨沾盐巴，就会把那个盐巴吃掉，超赞。自己买凤梨来削，我没有那么厉害，西兰。可以吃盐又不会刮嘴，对啊，多棒啊！超棒！是谁发现吃凤梨沾盐巴不会刮舌头？好厉害！
我会自己吹风，但不会啊。我怎么可能会？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感觉可以连皮一起咬。你说我，你说水梨吗？还是你在讲凤梨？啥、啊？广湖盐巴是主要，凤梨是其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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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吃凤梨的时候，凤梨才是主要的，好吗？谢谢俊的 love， 谢谢俊。对啊，水果店有修好的、啊，小俊。嗨，臭卡条，在很巴布虾米，是在你第一次知道怎么会俊？但是凤梨，神经病哎、欸，关乎。先试试看吧，真的真的，凤梨加盐巴吃，好吃好吃。推荐推荐。都是用妹子粉，妹子粉是什么？妹子粉是什么？妹子粉是什么？哦，梅子粉。Hello， 妹子粉 ，Hello。不敢吃凤梨，为什么？为什么不敢吃广湖？你以为是不甜才加盐巴？不是阿胜，是因为他会咬舌头。妹子粉超好笑，妹子粉哪里买得到？哎呀，呀，妹子粉感觉很香，妹子粉感觉很香哎、欸。你不敢吃凤梨和奇异果，哦、我没有很喜欢吃奇异果，但我觉得还是有很甜的奇异果的。尽管你想来点零阶口味的妹子粉，有零阶粉吗？有零阶酱啦，大家族的吗？小猪笑死。黄金奇果 Zespri 就很甜， Zespri 奇果沾盐好像是不会很好吃的、欸、阿如奇果过敏好可惜哦。那你刚刚被你妈逼着吃了奇果，好赞哦，广湖妈妈！我现在是不要吸凤梨，为什么我会吸凤梨？凤梨要怎么吸？凤梨要怎么吸？嗨，胖胖！我觉得我什么水果都可以吃，我就是没办法接受榴莲，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真的尝试过，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它真的是无法接受的东西。唯一水果，唯一的水果，放凤梨。凤梨放水果茶都会咬舌头，诶，凤梨放水果茶是还好吧，感觉就不要吃它啊。西瓜沾盐也好吃，真的西瓜沾盐也好吃，可是我比较少西瓜沾盐吧。我吃洛梨吗？吃，但是没有到会想吃。没有很喜欢了，榴莲阿豆阿豆，出局。榴莲味道你不行，是不是胖胖？我也是，你没吃过榴莲，可以试试看啊，搞不好是你的爱耶、欸，小姨。洛梨牛奶蛮赞的，我没有试过哎、欸，我就。顶多什么沙拉里面有洛梨啊之类的，我就会吃。洛
梨配 taco， tabasco， taco。上次吃榴莲是在金色山买的榴莲披萨，好吃吗？嗨，陈，恭喜你回家。洛梨牛奶超好喝，真的假的？那么推，怕我有点想喝。我咬过的榴莲你可以试，可是我不是萝莉耶。塔克饼我知道啦，小乙只吃过梨子、西瓜、苹果、荔枝、梨啊，好，苹果、荔枝、龙眼，好像有点少，干嘛不吃更多？披萨还好，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披萨。洛梨牛奶要加布丁进去的，为什么？布丁？为什么要布丁？我觉得在饮料里面加布丁超恶心耶，我不能接受我的饮料里面有布丁。曾经是萝莉，我现在不是啦，大家萝莉控。我是萝莉进化女神，好，好哦，欢迎真实。我的奶茶杯子，我不知道哎、欸。喜好真诚，讨厌，这是他们的杯子啊，是他们的饮料杯子啊。奶茶餐店我就不爱喝了，对啊，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有布丁的任何东西。我们坐在椅子上没有哎、欸，关乎。刚刚又一个妈妈带萝莉来修车，你真的很变态、欸，大健。我不喜欢布丁，哦，我喜欢吃布丁，可是我不喜欢我的饮料里面有布丁，不能接受。我喜欢吃布丁啊，好吃的布丁超赞的，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我的饮料里面有布丁。我没有排挤布丁好吗？布丁刨冰没吃过布丁刨冰哎、欸，因为这是正常的刨冰，然后加布丁吧，感觉是可以接受的。布丁奶茶好喝，我真的不行。你好恶心哦，大健，我不要读你的留言。好久没吃青叶布丁，你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吗？还是哪一个？真奶你只喝康拜，其他家你都不喝，为啥？真奶米克夏超好喝的哎、欸。我在好像在工商哦，但我是真心喜欢 Milkshop。我没有排挤阿里，我排挤谁？我没有排挤任何人啊。洛林牛奶不加布丁，打完只看猪洛林，绿绿的。那排布丁不能，不行好吗？布丁是布丁，他拜托不要加到奶茶里面，真的不行。可会不会有点酸？新家比较舒适的直播角落，就是我的床啊。可是我现在要吃东西。米克夏还不来找好言谈代言，我真的是可以每天喝米克夏，我真的超爱的。我可以吸猫，为什么你不行？哎、欸，不是这样子吧，大家。其他叫你喝了会睡不着，是哦，应该是因为茶的关系吧。可以加到盐巴里面吗？你说布丁加到盐巴里面吗？感觉很恶心。
不是有盐巴就我就 OK 好吗？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么的狂魔，盐巴狂魔。布丁加到泡面是什么东西？柳丁绿茶，柳丁绿茶很好喝。你要放给你胖起来，你们不要胖，我不能胖，懂吗？阿凯，有些东西混在一起蛮怪。对呀、啊，樱桃猫，嗨玉，你可以下、哦。我不喜欢吃仙草，不管是任何东西的仙草，烧仙草、仙草都不喜欢，冰的、冷的都不喜欢，仙草不行。前几天来了一个邻居的真台，哎、欸，你真的是不 OK 耶、欸！我女王峰的主食是盐巴，不是盐巴好吗？好挑嘴，哪有？又排挤你们，说好的一起胖，我没有说要一起胖，你们都误会我。我再解释最后一次，我没有说要一起胖，就是说小蜜蜂们一起胖，但是女王蜂没有开。哎，你们知道 Netflix 出了有一个新的电影叫什么？辣手保镖，辣什么保镖的？然后他是女王蜂，怎么突然间 Q 到我了呢？嗨，卡卡洛塔，爱玉我也不喜欢，但是可以接受。你没有不喜欢，就是没有喜欢，但是可以接受。仙草我不能接受，但是爱玉我可以接受。辣味女王蜂，人家萝莉乖巧又香 ，OK， 大尖，你是看人家可爱吧？我吃串冰一堆料不能加，没有啊，我可以加珍珠啊、Q 圆啊、汤圆啊，什么都可以啊。石花冻是什么？我什么不喜欢？我不喜欢肉桂的味道。我没有看纸房子，我没有，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跑去看那个雨伞学院了。不喜欢仙草味，我真不喜欢仙草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它好难，我不喜欢那个味道。但我小时候不喜欢杏仁的味道，但是我现在蛮喜欢杏仁的味道。芋圆，我因为我不喜欢吃芋头，你知道吗？君，我不喜欢吃芋头，所以芋圆我可以接受，可是我能不要就不要。豆类跟珍珠，我不喜欢吃冰加豆类，不喜欢吃冰的时候啊，但是豆类我是蛮喜欢的。不喜欢饮料中加 Q 弹吗？没有啊，我很喜欢加珍珠啊。而且康拜的尼克夏的珍珠很好吃，可是康拜的寒天金球，它有一个白白 QQ 的东西叫寒天金球，我觉得很好吃。仙草牛奶很好吃，仙草我就是不行。网红上次说好像也不看纸房子的，可是我看那预告，我觉得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哎、欸。我看完那个预告，就是哦，我真的有去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兴趣，我觉得我会没有办法投入在里面，你懂我意思吗，瑞瑞？对，反正你刚吃好的东西，没错，就是要这样管我，就是要在不知不觉中变胖，做对了。是不是小时候看了柯南，所以不喜欢杏仁味道？没有。先洗澡，好啊，大姐。寒天金球会不会太可怕了，白人？马祖新村是什么饮料店？为什么没听过？讨厌肉桂，我也讨厌肉桂建议，真的超好看，会后悔。啊，可是他那么多集，然后他就是抢案，然后呢？抢案，然后嘞？你要把你的肥肉送给我，拜托不要喂、欸，关乎。孙磊不喜欢肉桂，肉桂不行耶。他那个吉拿棒都有肉桂，我就
听到吉拿棒真的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电影院吉拿棒我从来没有碰过。哪首新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欸。卖车轮饼的时候，哦，是啊、哦，是啊、哦，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车轮饼吧，没有很喜欢，但是还算不错，好挑食的感觉，并没有好不好？其实我还是蛮好养的、啊。MIU404 刚新也有讲，怎么看电影还吃吉拿棒这么时尚的东西？看电影不是常常会吃吉拿棒吗？不是马玉人。去电影院宁愿多加20块换热狗，也不喜欢吉拿棒，吉拿棒真的不行，孙雷。蛮好用盐巴，笑死！但是盐巴真的很好吃，好吗？吉拿棒不行，吉拿棒不 OK， 不 OK， 新一不 OK。比抢爱萌很多倍。那他还有什么？你推荐我一下，快！你推荐我，搞不好我看完《雨伞学院》就会去看了。需要顺可以跟你追山。Costco 的吉拿棒我有试过吗？没有，我就不喜欢吉拿棒，我就不会去尝试啊。除非我哪一天是，比如说我不喜欢榴莲，可是我想尝试喜欢上它一样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就是不喜欢肉桂。旁边怎么吗？没有在看我的电脑，没事，兄弟。电影都不买东西，空手进去看。我都喜欢吃东西，夜城。以前在电影院打工，公司有教不要主动提吉拿棒有肉桂这件事。喂，为什么还有这样子讲哦？特地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肉桂，是吗？陆爷。命运航班不是，我是说你推荐我那个，就是纸房子，这种多好看，到底多好看？因为其实它也是蛮有名的、啊，在 Netflix 的影集里面，它是算蛮有名的。可是我看那个预告，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很犹豫耶。吉拿棒把你召唤出来了，吉拿棒不 OK， 行。吉拿棒有肉，你吉拿棒有肉贵啊，你不知道吗？港湖，搞不好讲就不买了。原来吉拿棒不 OK， 肉桂味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没吃过吉拿棒，我有吃过，就是因为吃过才觉得 ，Oh my god， 真是不 OK。天啊，我讲好多次不 OK。反正就是好看，好辣。我会看完《雨伞学院》，我会去努力看个一两集的。吉拿棒，你朋友给你吃一口，你就不爱吃。感觉讨厌肉桂的人比讨厌香菜的人多。我也觉得欸，可能肉桂是五个里面有三个讨厌，香菜可能就是五个里面有两个人讨厌。当吉拿棒话题结束，也是你再度消失的时候，你要干嘛？就要去读书了。到底是谁喜欢吃肉桂？心仪呀，学霸，学霸，只有学霸喜欢吃肉桂，就是这种怪咖。听我讲的感觉好像比榴莲还不 OK， 没有，榴莲跟肉桂是同样 level 不 OK。吉拿棒超赞，又一个怪咖、啊。青椒茄子苦瓜，我不敢吃苦瓜，可是青椒茄子是可以，不喜欢但是可以接受。哦，你没有喜欢吃肉桂，你没有喜欢吃肉桂，但是你喜欢吃吉拿棒。OK OK， 不好意思，我误会你了啦。他说没有，他不是为了肉桂，他是为了吉拿棒，好吗？反正我觉得，对，这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人家肉桂粉灯开塞，傻干嘛、啊？人家是用盐巴，你是用肉桂粉。为什么电影院都要有人家班？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喜欢吃吗？嗯，好，好的宝，好的，好的，就是嗯。抱歉，我只是不喜欢。啥？什么？我才是怪咖，搞错了吧？有吗？有卡卡的吗？顺的，顺的，顺顺，不要豆角，对啊。哇哦，阿胜的特效很帅耶，太帅了吧！难得顺包，是有多顺？吃完肉桂粉才给你票。伯爵就是出来另接歧视的，我都很瞎哎、欸，为什么我是歧视啊？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瞎，神经病！八月可以隐藏特效时比较帅，那啥、啊？瞎爆！我是歧视林杰。对啊，陈。你一直卡，为什么？可是好像大部分人都是顺的。谢谢俊，谢谢米酒。对。我是因为肉肉那一次丢太多，所以我变骑士，就这样。是因为肉肉，谢谢瑞瑞。卡的话就是家里网络，你说我吗？还是他们？你们，哦、OK。谢谢阿善，谢谢阿善，又点想睡觉了。谢谢纯，谢谢阿胜，今天礼拜二，嗯，感觉最近真的睡好少，真的睡很少。我觉得我等一下会秒倒哎、欸！刚刚发现，在跑步机上挂听，时间过好快。你在跑步哦，阿鲁。还有三天就能见面啦，时间过得真快。
感觉我还没准备好。谢静，我之前有梦到什么吗？忘光光了，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卸妆会。嗨，姑妈，奇洛姑妈。梦到跳错八个八，我直接爆哭一波吧。刚刚做个20分钟快走。搞不好你看我直播，然后做核心，你就直接做一个小时，超厉害。然后做，然后他会把我骂惨。哇，说林杰你在干什么？给我滚出去！不要跳舞了，他应该这样讲，笑死。梦到演出睡过头吹熄，这太可怕了吧！倒数三天开始紧张了吗？其实一直都蛮紧张的啊 ，reset 的部分一直都蛮紧张。我觉得我从表演时间公布之后，就一直觉得真假的真假的，就是自己还没有感，就是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感觉。老师有那么凶？老师当然要能凶又能对我们很好啊，要可以凶又可以很好。16号1点凌晨苹果发表会，干嘛干嘛？你要准时收看是不是？君，你说，我说我紧张，你反而更期待，干嘛啦？你为什么我紧张，你要期待什么？周六见啦，浓眉。都比我凶吗？当然有啊，我哪敢凶啊？看老师，什么？在影片一直赏巴掌，那个巴掌一点都不痛，他应该直接啪，笑死。紧张到那天就会变兴奋，没有，我跟你讲，上台前就是真的超级紧张，可是你一上台就会没有紧张的感觉了。应该放弃了，明天再说，赶快睡觉，不要看发表会啦，俊，睡觉，睡觉最重要了，知道吗？期待表演一定很香，很香哦，香爆。加油陈。绝对第一名。比 mini 控箱吗？应该有比 mini 控箱啊。毕竟是第一场 reset 嘛，再怎么样都会，你知道的，应该是很新奇的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希望大家不要对我们失望好吗？拜托哦，每次都前一天感冒，然后一上台什么都好了，就是知道你们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55分念排名哦，林胖胖一定胖，我不叫林胖胖，臭人。比明天控香，那就更期待了，什么都很香，二重点也很香，体育运动会更香，运动会大家找你的亲朋好友了没？叔叔阿姨、婶婶、阿公阿嬷、姐姐弟弟、妹妹、哥哥、爸爸妈妈、外婆、外公、爷爷奶奶，全部叫起来好不好？叫上来。来看运动会，耶、yeah! ！每次都香，哪一次不香？没有不香的时候，哭吗？没有最香，只有更香。TP 的大家都超香的，人太多，一个3800会亏死。
有直接叫台东部落，我没有回过部落啊，全村包车来看就好了，交给你了好吗？全部买900是可以的好吗？你们不一定要为什么要坚持3800呢？可以买900的啊，最便宜的，叫家人来，你可能整场都在用。好的，没有关系，嘻嘻，请大家支持我们好吗？拜托。是你爷爷奶奶、哥哥、婶婶、弟弟、妹妹哦，请大家加油，加油，加油！你跟小野900记得照顾山顶头包。哎呀，小野要当老，这不同，小野要当蚂蚁，你已经当过巨蛋蚂蚁嘞。小乙，你什么时候可以来看我表演？以前都是小乙来看，现在变成是瑞瑞来看了，你们就不能一起吗？谢谢花海战士，使出光速扬我起坐的威力，先不要，怕我脊椎爆开。运动会怕死了，浓眉，浓眉怎么样？你去看我不？没有，我很开心你来看我。你看你第一次来看我，我就送你了，你飞吻，你看我多开心啊！所以可以请你们两个一起来吗？大每一个小蜜蜂好吗？每一个小蜜蜂 ，OK。那个在高雄的，在屏东的，在台东，在花莲的，在马祖、金门、澎湖、绿岛的。在日本的，在哪里的，随便，不要来好吗？干嘛戴面罩啊？换真是，在台北臭了吗？在台北那么方便。哇，今天好像在列举，我列举上瘾了，怎么办？怎么办？国外来要先隔离，所以啊，你要先提前14天呐、啊，对不对？前15天要先上飞机，对不对？羡慕台北小猪，搬来啊！谢谢就好久，好像很久没看到你的感觉。提前14天来看，为了看我是真爱，真的是真爱，小蜜蜂的真爱。你来多少角色？嗨，旷课版兔，小组太多可爱成员，好难专注只看链接，因为我不是属于可爱的，好吗？公演你会低调出现的，你说我们这一组的吗？就谢谢瑞瑞，好多活动都刚好看不到。最近的活动你都不能来吗？雨 ，CP 可爱的很多，但是漂亮的，哎呦，西西怎么说这么会讲话了？西西嘴巴真甜。不是属于可爱的都那么可爱，叫可爱组怎么活？可爱组就是特别可爱，你知道吗？那么敷衍，你超级大迟到哎、欸！你还敢讲我敷衍他？哎，就你3组都有看吗？你也需要低调出现，为什么要低调出现？会很可爱，我可爱啊，但是我不是可爱组的。如果要找可爱的偶像的话，就不是我，但是我也是可爱。但是如果你要找，就是真的是，哦天哪，他有够可爱的那一种的话 ，OK。
我这边当我说老师真，我觉得是超级意外的。性感是因为真的是很受宠若惊。害羞害羞什么？小猪，蒋格林姐漂亮，谁呛你？是不是？是不是瑞瑞？女神系喜欢，没有这个系吧，米酒。我也是有够可爱的啦，不是大剑。你夸奖他，是吗？新竹献花才不是。这么可爱，这么可爱，谢俊，谢谢俊。带我去流浪，耶、yeah! ！又可爱又会投篮的天使学妹，当然，天使学妹快要可以休息了，真的，我还有十二分钟，加油！谢谢西西的告白，谢谢阿凯，封面图队。今天不用撑撑撑，终于不用撑撑撑，我不想串啦。现在感觉抢票都要认真，很怕错过活动，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多活动，然后抢票时间要记得非常清楚，不然很容易错过哎。Only 土队，你呀、啊，你不是 Only 土队吗？还会翻花绳，我就只会热气球，好吗？谢谢静。卷母可爱是什么鬼？卷母可爱是，哎，是谁讲？是谁打错啊？卷母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台就有卷母可爱，就是这么可爱的意思。猫娘，喜欢你，善善善。T 台开始转圈圈了，怕爆。你朋友今天抢票睡过头，好、哦，哪个坏朋友？谢柠檬。这学期抢票也率 pass， 只能靠别人他们 carry 起来。谢谢谢谢。那这些抢票还要忙填问卷，对，还要记得填问卷，不能错过好吗？大家，谢谢谢谢。晕打的，哦，是故意的，是故意这么可爱的，这么可爱。平时是还好，对啊，就是这个月资讯量很大哎、欸。对，这个月超多事的。小蜜蜂很 carry， 没得抢，还有没得抢，还有多的可以帮忙，是这样吗？学一堆工作嘛，辛苦了，君，辛苦了，辛苦。就算填了这个 CF， 不也会这样？两周年有抢到，但是给西西了。虾米呀？西西说你少来。
谢谢谢依。这周还有17号要买，专辑对不对？单曲单曲，是单曲对吧？谢谢瑞瑞，谢谢瑞瑞。林杰是都要打算换造型吗？比如绑个辫子？造型不是跟单曲换的，造型公式法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对。公式法是不能变的，法式才可以变。刚刚一时想不起来时间是要买什么，买单曲还要买生写，生写拜托大家好吗？我发现我那一套没有拍到照片，但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对 ，please， 真的好想合照。就跟你讲，就买一张 special gift， 然后就拼那一个。一年一换，上一次好像是这样讲啊，但是现在好像也不太确定，就是他有一个，你知道，公司就是好像可以更新一下的这种感觉吧。听我在乱讲，就我笑死。MV 想先看里面的造型，感觉不错。说什么法式吗？一张感觉好渺茫，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太难讲。没抽到就表示你们无缘，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怎么跟阿盼一样手机拍照片？什么意思？小白兔。都没公布资讯，什么资讯好吗？表示不是真爱，没有好吗？并不是这样，真爱很多个，只是真的是名额有限。谢谢 Honeybee 是谁？是黄鱼吗？一切都是命。哦，合照盘的资讯是没出来的吗？等一下，再等一下。哦，是牛排，笑死！哎，牛排。我上次不是在墨守会还是什么时候把牛排跟黄鱼认错人，超白痴呢，是牛排啦，是牛排啊！我要念排名了，前场会超白痴的欸，牛排黄牛好好笑哦，一人。好了，念排名喽。谢谢瑞瑞。今天的第十名是牛排，谢谢牛排，哈咪咪，谢谢。第九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八名是柠檬，谢谢柠檬，耶！第七名是瑞瑞，谢谢瑞瑞。第六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五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四名是田中，谢谢田中。第三名是舅，直接流浪人舅，谢谢。第二名是俊，谢谢俊，谢谢俊。第一名是陈，没错，第一名是陈，谢谢第一名陈。插花一波就没事没事，柠檬。
谢俊 520J。 你可以点击领取了，领取，对啊，米酒，没错没错，点击领取，没错没错，谢谢你的点击领取，谢谢今天的第一名，谢谢今天第一名陈，谢谢你，嗯嘛，谢谢陈。阿姐，赶快准时下班！我真的想睡觉哎。好啦，大家赶快去休息吧，赶快睡觉。加油啊，谢谢加油！大家晚安，我是用时间买，有有有有有，谢谢你，谢谢。眼神已经写了，我真的想睡。周五见，阿森。礼拜五见。你睡没睡？啊，赶紧睡觉啊！俊，不要看发表会啦。好，大家晚安，睡觉喽，是睡觉喽。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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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耳朵，奶奶，坏仔是奶奶，芋圆，奶奶，俊，奶奶，阿翔，奶奶，板兔，奶奶，柠檬，奶奶，奶奶，毛良，奶奶，嗨的，嗨的，嗨的 ，Hello， 嗨的，奶奶，阿凯，奶奶，建颖，奶奶，车车，奶奶，宁哥，奶奶，小猪，奶奶，纯，奶奶，芋圆，奶奶，阿如，奶奶，瑞瑞。奶奶，嘻嘻，奶奶古早味，奶奶米酒，奶奶大煎，奶奶浓眉，奶奶樱桃猫，奶奶田中，奶奶俊，奶奶纯，奶奶玉人，奶奶黄鱼，奶奶鹿爷，大家晚安。晚安，礼拜五见，礼拜五见，想想不行，明天要工作。奶奶，晚安大家，拜拜，早点睡觉，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直播，然后陪我聊天，看我的直播，非常谢谢你们，拜拜。